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歪点子实验室，我是歪叔，今天在路边抓到一只屎壳郎，好像不太对劲，看看有什么异常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它身上长满了寄生虫，密密麻麻的，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接下来，我们把它放到显微镜下面，来看看这些小虫子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仔细看，这些寄生虫长了八条腿，像小蜘蛛，当然肯定不会是蜘蛛，应该是跟蜘蛛同属于蛛形纲的一种蜱虫。这么恶心，看得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只屎壳郎看样子也是非常难受，被吸食养料的滋味一定不好受，所以我觉得得帮这只屎壳郎把蜱虫清理掉。这只滴管里装了医用酒精，开干，希望别伤害到屎壳郎。蜱虫碰到酒精以后纷纷逃离了屎壳郎的身体，看样子效果还不错，我们继续。这些乱跑的蜱虫不会跑到我身上来吧，有点担心啊，得全部把它们消灭掉，一个都不能漏掉。差不多了，接下来给屎壳郎洗个澡。哇，洗下来好多蜱虫。现在屎壳郎身上干净多了，看上去也轻松多了，不再那么焦躁不安了。